第二把位，我们马上明确下第二把位。如果第三把位是一指、二指、三指，那么一指移动到三指的位置，以建立第三把位，那么并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。所以第二把位就应该是对应第二手指的位置。在我们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是二指在记号上的位置，也就是在咪弦上。一指升发，二指升 sol， 在拉弦上一指 si。